今天晚上又有书院家具哦，我要练球啦！哦，这是北七哦，练球跟吃免钱晚餐那个比较赚，但是免费啦。学弟，果然是你！我刚远远地方就看到你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啊。
啊，说吧，可以跟我讲啊。我也不清楚，就是，哎呀，没事啊，慢慢讲，说出来心里会好一点。最近真的好累，这期间长十年，我想到，想到明天要新的一天。不要面对原配那么多，我心狠了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，明明就会死啊。你只是还没习惯啊，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想要让每个人都喜欢我，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嘛。所以做你自己交到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，这样你也会活得更快乐，知道吗？那我现在在干嘛？你现在需要做的事就是慢慢的去摸索，去探索，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朋友。我做得到吗？一定可以的啦，走啦，别想那么多，明天跟我们一起去打球，至少打球得到快乐是真正的快乐。What you know about going out? Head west, red legs, TVs all up in the headrest. Trying to live it up, rock jewel, bigger truck, piece all glittered up. Stick a kid, nigga, what? Jig with a cut, sip crisp, spit it up. Hoes rock, get your nut till I can't get it up. I'm a big man, get this man room. I done hit everything from Cancun to Grand Tune. Why you stand on the wall, hand on your balls, lighting up.其实你打得还不错嘛，是体力有点差，但整体来看还蛮灵活的，真的不错。拜托呢，我找的人当然哦。你好，差不多啊，休息够啊，是吧？拿球啊。